OK，大家好。这个星期呢，我的 program 呢，一样就是我们的腹部做我们的 core。OK，所以这个影片我会讲解我们会做什么，然后给你们更加明白。然后我要你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先，然后礼拜的时候我会再讲解多一次，你们会更加明白。OK，第一个动作我们先做绑冰的姿势。OK。然后我讲，左手就去动你的右脚，我讲右手就去动你的左脚，我没有讲话，就是 stay 这个 position，所以我讲右手就去动左，左手就去动右，这样子，OK，左手，右手，右手，左手，右手。左手，第二个动作，OK，就是 plank position，OK，我讲 up，你们就上来，然后停着，我讲 down，你们才下去，然后停着，我讲 up，down，up，down。我没有讲东西，就 stay in 那个 positions，OK、okay?。第三个动作，先躺着，OK，然后一样，当我讲右手就去动你的左脚，左手动你的右脚，左手右脚，右手左脚，OK，右左。左，左，右，右，左，右。OK，现在第四个动作，给、okay, 你们的手顶着地上，然后身体斜，脚斜抬起来，这样子半空中顶着，给、okay.。我讲上，你们就上，OK，上就上，上就上，OK，我没有讲东西，就这样子盯着，脚不要放下来，脚放着，上，上，Ready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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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你们的肚子要感觉到硬了。第五个动作，趴在地上，手放在后面，OK。那我讲 up，你们就起来顶着，OK。我讲 down，你们就下去。我讲 up 就上来，我没有讲 down，你们可以 down，OK。顶着 down，你们再下去，OK。up，down，OK，ready，up。Down, up, down, OK，这就是5个今天这个星期我们会做的 program。OK，然后我要你们在家自己先做。明白要做什么先，然后拜礼拜的时候，我解释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明白。然后我要你们听着我讲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OK，好，就这样。